Hello， 大家好，我是店家阿博。今年 LPL 的观众除了关注自家联赛之外，还会重点关注一下 LEC 赛区 VIT 的比赛。 VIT 在春季赛进行了补强，引入了 Upset， 一开始势头凶猛，但最近遭遇连败，输给 G2 后，昨天 VIT 又是被 AST 击败，博表现糟糕，遭到了 LEC 观众的炮轰。 VIT 之前对阵 G2 的比赛，博是被 Wake 对位暴打，打野差距是输掉比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最新一场对阵 AST 的比赛，博再次成为输掉比赛的罪魁祸首。本次比赛博使用打野位，这是他之前比较擅长的一个英雄。比赛中 AST 在前期打出很大优势， Perks 试图支援下路，洛先手反而被击杀， Perks 进场输出不够，被对面打出零换二。之后博也是来到下路 gank 一波，结果对面有反蹲在，一波三 v 三，率先激活安妮的 VIT 没能击杀，后续转而激活佛爷格，被佛爷格捡魂完成收割，直接被打出零换三，前期陷入巨大的劣势之中。中期运营 AST 持续扩大优势，博中路位置不好，被塞恩先手开导阵亡，导致 VIT 丢掉大龙。劣势局面下 ，VIT 找到一波反击机会，野区 AST 阵型分割，上单格温输出打满，拿下四杀，吹响反击号角，将经济扳平之后，双方中路僵持局面下，博选择冒进开团被秒杀 ，VIT 团战溃败，输掉比赛。比赛结束之后 ，LEC 观众包括 VIT 粉丝被博的表现激怒，纷纷开始指责博，甚至有观众怀疑博在打假赛。建议官方去查查他的账户，还有人调侃博想要完成在不同赛区都打假赛的成就。另外比较正常的评价是认为博就是一个疯子，要么打得特别好，要么打得特别差，可以称之为是打野位置的 Helisang。 总的来说，博在 LEC 赛区的风评在下降，主要原因还是他很多局的表现确实离谱，已经是不止一次打出零击杀然后多次阵亡的战绩了，这样的打法是畸形的，很多时候博在面对劣势的情况下难以做出有效的反击，经常是一崩到底再也打不回来了。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最后一波的开团，从比较浅层的角度分析，就是博先手开团，除了卡莎之外没人跟得上，然后自己先阵亡，对面解决剩余的 VIT 英雄即可。深层面分析是 VIT 的沟通和协同没有做好，博本身的失误也是比较大的。个人认为，从当时的局面来看 ，VIT 最理想的冲阵办法是中野辅加 AD 四人全部冲阵去秒杀一个，为锁定的是龙王，目标也是先击杀龙王。正常的决策应该就是魏和洛做好协同，洛没有闪现，用 E 跟上魏的 Q， 魏大招进场的同时 ，Perks 给 E 技能准备突后排，但当时的位置洛其实很难跟得上。洛的身位不够跟上博，博的这波开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 Parks 利桑卓没有跟也是一个失误，整体来说就这个失误程度判断，博不存在假赛嫌疑。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博也不可能说再去欧洲赛场打假赛，纯粹是个人状态和团队沟通协作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个人认为现在博在 LEC 的位置已经是比较危险了，接下来他必须要好好调整一下自身的状态，重点提升一下自身的稳定性和团队的沟通，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如果沟通不好的情况下，建议博不要再冒险去开这样的团战。我们都知道2023赛季开赛以来，西安、苏州以及深圳三大主场也是相继开放了，其中西安作为 WE 的主场，其实最近几年一直热度都挺高的。21号 WE 迎来远道而来的 WBG， 但是在对战前夕 WBG 首先爆雷了，原因是 WBG 在落地西安后选择在网吧进行战队的集训，结果最后却演变成了一场粉丝见面会，据说选手甚至被堵在网吧出不去，将网吧作为训练赛的临时集训点，这个决定本身没什么，因为很多战队到了其他主场也都会这样做，但 WBG 的管理在对待选手的训练环境的细节上却出现了纰漏。进入网吧这种复杂的环境，必须会需要一个更加安静的环境进行训练，但从目前网上透露的消息来看， WBG 五人是在对战台上进行训练赛的，
也就是网吧配置比较高的那种开放式卡座。这种环境一定会被人认出来。据当时发视频的粉丝透露，一开始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训练，是网吧的工作人员透露的，并且自己也是等他们训练赛结束后才去要合影签名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人越来越多。而根据后续了解到的情况，WBG 训练赛的时间大约是在下午2点左右，但好像2点多的时候，不少当地的粉丝就知道 WBG 所在的网吧在哪儿了。之后5点训练赛结束的时候，选手已经被堵要签名了。显然这件事目前有几个疑点，一是为什么选手的训练赛所在地会被人知道，现在据说是网吧老板透露的，但目前有待论证。其次就是为什么选手落地西安后不选择更加封闭一点的包间进行训练。虽说选手出行的规格不用整得像明星那样夸张，但最起码的隐私应该是需要保护的。最后就是在粉丝大量聚集之后，管理层应该做的事情是理性劝粉丝离开，而不是让选手就地营业给粉丝拍照签名。因为你们目前是在比赛期间，日程安排里也没有所谓的粉丝见面会，如果想要回馈粉丝，那么大可以在休赛期的时候整一个粉丝见面会。最后的最后，最近这个赛季流感还是蛮厉害的，密集的人群接触，你们就不怕选手中招？所以不少粉丝对这件事就很气愤，毕竟这种事情跟 WBG 的后勤管理是脱不开干系的。而随着事件的发酵， WBG 也是在今天凌晨通过官博对此事正式发布了说明。 WBG 官方表示，从未对外透露过选手的具体行程，关于某些粉丝发视频称针对工作人员发放签名照片、首付、允许粉丝聚集蹲点等均为不实内容。而关于训练环境，这是争夺选手同意后选定了 WE 合作的电竞酒店，且训练赛地点为封闭区域包厢，目前选手健康状态稳定。同时官方也再次阐明严谨一切私生饭行为，说实话选手被粉丝骚扰，这本身就是管理的锅，别甩了。